你哋好啊！頭先睇完啲片段，係咪好想快啲參加樂團呢？咪住，參加樂團之前咧，同我一定要揀一樣適合自己嘅樂器。嗱，呢條片咧就非常之緊要啦，因為我哋將會咧介紹唔同，每個老師會介紹唔同嘅樂器。咁咧，務求咧希望同學咧瞭解多啲嘅樂器之後咧，就揀一樣適合自己嘅樂器咯。嗱，我相信咧大家知道學音樂咧嘅好處係好多啦，係咪？而我哋學校本身咧係非常之注重音樂嘅發展。學校咧其實係分咗三大樂團嘅，包括弦樂團、管樂團同埋管弦樂團。咁弦樂團同埋管樂團咧，裡面仲有三個樂團嘅，包括初級弦樂團、中級弦樂團、高級弦樂團。初級管樂團、中級管樂團同埋高級管樂團。咁希望咧，第時同學咧揀咗唔同嘅樂器咧，咁希望佢哋咧可以入到唔同嘅樂團。專業的老師介紹不同的樂器，希望同學呢就揀一個很啱心水自己的樂器，就在不久的將來在樂團見到大家。